我立刻查。多汁的美女，我配的这个蜗牛，它就是一直其实属于是比较保守型的。你在干嘛？能不能麻烦你去睡觉？明天我们还要干活呢。他跟他弟弟一直是有矛盾，他弟弟一直是怀有梦想去追求梦想的这么一个小蜗牛，他很爱他的弟弟，很关心他的弟弟，他不希望他的弟弟探究这些未知的道路上，然后受到什么样的伤害。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突破。现在电视没了，你终于可以离开那个车库，可以忘掉那些没有意义的赛车的事儿。其实他有点像一个家长，喋喋不休，然后那个唠唠叨叨。我这一辈子都在袒护你，罩着你，站在你这边替你道歉，结果你就这么回报我，谢谢你船长。但是最后他也是被他弟弟的这种精神给感染给鼓舞，然后也改变了。苏克开溜，我不是开玩笑，快苏克开溜，小心赛车的无穷魅力，看着一群车几个小时不停绕着圈开呀开呀，谁会不感兴趣啊？左转左转左转，很开心。动画片本身也是我很喜欢看的，然后再加上可能现在也有女儿了吧，也希望将来带着女儿去电影院看看她老爸配的动画片。行了，Carl，如果你肯再给她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再发生了。不行了，我下巴动不了了，我不能喘气了，我不能喘气了。